Clifton Lodge School 是一间位于伦敦西部伊灵地区的私立学校，为三至十岁的学生提供幼稚园至小学的教育。学校人才仔仔，重视品格教育，宣扬美德，包括爱、正直、自律、智慧、坚毅和公正，这些都会被融入学校的集会和角色活动之中。Clifton Lodge 是一间基督教精神学校，欢迎所有有信仰和无信仰的家庭一起分享善良和关心他人的共同价值观。学校致力发展学生启蒙教育，令到学生可以在愉快、积极和安全的环境下健康长大。学校采用小班教学，每班少于20人，令到每个学生都可以受到关注，而且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学生在升读中学前，学校会提供专门的预备课程和专属的老师，辅助学生的学业，帮助他们顺利升学。学校个性化的教育方法令学生的学习成绩远远超越学校的预期水准。在课程设计方面， Year 1及 Year 2的课程是按照国家课程指标而设计，在不同的课程中，学生对学习充满信心。Year 1及 Year 2更加会加入科学、音乐、视觉艺术、历史和地理课程，令到学生全方位学习知识。班主任教授的其他科目亦包括电脑、戏剧、宗教研究、推理和 PSHE。 至于三年班至六年班的学生，除了延续一年班和二年班的课程外，学生同时需要修读地理、历史、宗教和戏剧课程。学校更加为五年班和六年班的学生聘请英文和数学专家，确保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这些科目度打好基础，应付十一家的考试。学校会为五年班下学期的学生进行每周的能力测试，直到六年班为止，紧贴学生的学习进度。而校长和副校长更加会为六年班的学生进行面试练习，预先掌握升中面试技巧。对海外学生的支援方面，学校会对海外的学生提供语言辅导课程。对低年级的学生，学校会提供英语辅导课程。而高年级的学生，学校会提供法文或者是拉丁文课程。毕业生出路方面，学生在十一家的考试中表现十分出众，有学生可以进入英国的九大公学，亦有学生可以进入优秀的私立学校。学校包括City of London Boys School、 The Joint Line School 等等。在课外活动方面，由二年级开始，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四，学生都可以参加学校各类型的课外活动。活动包括国际象棋、西班牙语、艺术、数学、英语、舞蹈和运动、科学与自然，以及定期的家庭作业社团。除了数学、英语和备考社团外，其他的课外活动目的是要令到学生有足够的放松悠闲时间，享受团队活动和尝试新鲜的事物。而体育活动方面，包括足球、橄榄球、模板篮球、游水等等。学校更加特别设立假日俱乐部，在圣诞节、复活节、暑假期间举行工作坊，活动覆盖数学、创意写作、资讯科技等范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技能。还有体育和社团游戏给学生参加。学校和 Trail Fighter 体育会有联系，由他们专业的教练负责校内校外的体育事项，令到学生有足够的运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上游泳堂和在校内进行一节课外活动，三年至六年级的学生就有一堂校内和一堂校外的运动课。运动包括足球、模板篮球、曲棍球、圆球、板球和田径。 Clifton Lodge 有一位专业级的音乐老师，每周都会安排一节音乐课。
个人钢琴课都可以在巡回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则可以接受由专业艺术老师和戏剧课程，以及参与学校定期的制作。